雅培六产品检验报告出炉，北市卫生局称无异常发现。苹果日前踢爆雅培胺素疑似变质，包括原味胺素、管冠胺素、健力体、普宁肾、肾补钠与艾美丽 HN 等六项产品，因为有结块变质疑虑，全台预防性下架共264万多罐。北市卫生局抽验雅培产品，结果在周三出炉，这六款遭下架的产品，无论以一般卫生标准或是罐头类标准来检视，都没有发现异常。北市卫生局强调，这份报告会与雅培自主检验报告一并函送卫福部食药署，再加上日前业者针对629件异常客诉的检讨报告，一并综合判定安全性。不过在尚未厘清问题原因前，不会恢复雅培产品上架。